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的小猪佩奇呀、买了两个大大的金蛋，那今天我们就和他一起来猜猜这个两个大大的金蛋。我们看看小猪佩奇今天有点奇怪哟、他的肚子上有什么呢？肚子为什么被开口了呢？咱们来看一下，这不是风扇吗？这是我的风扇，我要凉凉肚子。那咱们来看看我们的小猪佩奇，这个是按钮，它不会转，这个要把电池啊把它打开。安上去，看看以后看看我们的风扇会不会转呢？按钮，哇，风力好大哟！哇，这么大风力呀！这是小猪佩奇的风扇，好大好大的风力哟！夏天不用怕热喽，有我在，小朋友们不要怕热，我是小猪佩奇风扇哦。又是一个好玩的玩具，还带风扇。好，下面呢，咱们来猜金蛋，打开有惊喜。什么？哇，天哪，巧克力都化了！哇塞，有个大球球！哇，这个呢？哇，是闪闪发光的球球，弹力球，里面呢有一只漂亮的蝴蝶。还有小金鱼，还有漂亮的星星。太漂亮了。这里呢有巧克力，这巧克力都化了，而且呢一个黑的一个白色的巧克力。这个金蛋里呢，这个球球是非常好的啊，非常漂亮。好，咱们再来猜下一个金蛋。这些蛋呢都非常的难猜哦。这回出来了。好了，这回出来了，两个巧克力。这回巧克力没有坏。
看看这个是什么呀？哦，是悠悠球。哇，好大的悠悠球呀！小朋友们会玩这个悠悠球吗？这个呢，得把它缠上。缠上以后呢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撑，但是在这是撑不起来的。刚才我撑起来一下，小朋友们一定会玩这个悠悠球，对吧？在这里呢，我们就表演不了喽，只能是给大家看看这个好玩的玩具。这个玩具很沉，跟这个球差不多，只是一个铁的悠悠球。啊，今天咱们得到了这么多玩具啊，一个风扇，一个悠悠球，还有一个弹力球，漂亮的弹力球，小猪佩奇呀，还有小猪佩奇的风扇。到了太好玩的玩具了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猜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